原标题：当今世界上正在闹独立的地区之30起，巴西南部三州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当今世界上正在闹独立的地区之36，锡金邦印度。今天我们把目光从南亚印度的东北部地区转向南美洲的巴西，来聊聊当今世界上正在闹独立的地区之37，巴西南部三州。巴西南部三州，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达854万平方千米，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之后，位居世界第5位。巴西地处南半球、西半球，从其经纬度来看，差不多刚好和我们中国是穿过地心相对的，也就是说时差大概为12小时。巴西人口数量为2.02亿人，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首都巴西利亚。巴西地处热带，国民的身体中都流淌着激情的血液。巴西位置图，巴西在行政区划上分为26个州和一个联邦区，首都巴西利亚联邦区，州下设市。巴西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上曾经为葡萄牙殖民地，1822年独立，目前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以巴西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地区曾经取得过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后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放缓。巴西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有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等地区的移民，民族数量众多。巴西政区图，巴西南部是巴西的5个地理分区之一，包括巴拉那州、圣卡塔琳娜州、南里、奥格兰德州，总面积约57万平方千米，占巴西领土面积的5%，人口数量约为2700万人。巴西南部三州在历史上确实有独立建国的行为，这一时间要追溯到巴西建国初期。1822年9月7日，葡萄牙王子佩德罗宣布巴西独立，成立巴西帝国，接着加冕称帝，称佩德罗一世。1825年，葡萄牙承认巴西独立。葡萄牙殖民地分布地图，巴西帝国建立以后，巴西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依附于英国。佩德罗一世时行专制统治，引发各地的民怨，纷纷反抗其统治，其中就包括巴西南部三州地区，那里的人民建立了里奥格兰德共和国，并在1839年发兵北征，7月建立圣卡塔琳娜共和国，但是遇到强大阻力。同年11月，巴西帝国开始反击，在拉古纳郊外展开激战，最终被巴西帝国打败，而没有成功。佩德罗一世由于以上历史事件的影响，在巴西南部三州一直都有独立运动的开展，特别是随着巴西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大量民众失业，社会经济发展迟缓，更加加剧了国内的矛盾。因此巴西南部三州当地的独立运动组织以巴西南方是我的国家作为行动纲领，想要使得巴拉那州、圣卡塔琳娜州和南里奥格兰德州分裂出巴西独立。巴西南部三州地图相关组织还进行了非正式投票，大约有4000当地民众参加，决议是否将三州分裂独立出巴西。他们的目标是最终争取100万民众的支持，从而在人数上达到当地人口的5%左右。虽然目前这股力量还比较小，但是巴西圣保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指出，请不要轻视这种活动组织，因为世界上许多初期混乱的分裂活动最终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阿雷格里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